字和名字在我脑海久久不能离去，一起熬过的幸福任何东西无法代替。最近因为直播，你们叫我出个泰国舞，那我就前跳一下吧。这啥呀，兄弟们？这宝贝儿谁碰谁不迷糊啊？这不随时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吗？远离宝贝儿，咱们好好读书。Just trying to